好，刚才那口我说呢，你做出像一般传统的形状，就是把它压扁，变成圆饼状，然后上面再撒上花生粉或者是芝麻粉，看你自己的口味去调整。人生不是十八九，我爱的人不爱我，大家欢迎收看厌世的甜点，我是奶奶口。好了，在寒冷的冬天呢，我们有很多方式呢暖和自己嘛，好像大白跟白小就可能是。我只是推测，说明人家走的是这个柏拉图式的性爱，对不对？性生活，柏拉图式的恋爱不是性爱，柏拉图就没有性爱了。身为甜点师的我呢，还是会用甜点呢带大家呢把身体给它暖烫了，一起来做这一道，让我把你的心给暖烫了。古早味烧麻鸡。好，我们准备糯米粉、煮米粉哈，还有温水，常温的水，慢慢从这个锅边倒下去，不要一次全下哦，就是一点点就好。你会发现它已经在锅边了，慢慢的结块的时候，你就是再下一点点，要抓出大概30克先成团的这个糯米团，跟球球，跟球球一样呢。等一下会比较好操作比较快熟。这个东西呢，它有个可爱的名字叫做果饮，要先煮过，然后煮过之后呢，再把它加回这个面团。这个方式呢，可以让你做出来的这个汤圆麻糬，任何糯米的制品更 Q 弹。它另外一个在客家的说法，你知道它叫什么吗？板娘，卡咖喱弄这拌吧，这边拌这边拌，啊爷爷拌的是米制饭嘛，米饭也叫板母，啊所以我们就把多多给它丢下去，好多多板娘，好你如果对做这个甜点，如果对板娘就是有点，你就一直戳板娘，好水滚的话，我们把这个板娘好把它丢下去，就是把它煮到浮起来，这样就好了哦，不用等哦，你不要什么要不要把里面煮透，不用不用，我们不是要吃这个呢，我们不是吃这个呢。我们是要吃那个烧麻糬呢，我们大火让它滚大概5分钟啊左右，它就会浮起来哦。也不要忘记我们一开始备的这个糯米粉跟水哦。我们煮好板娘之后，这个板娘就给它丢下去，开始用你灵巧的双手哦，我们就慢慢兑水。那水切记一定是要倒倒了慢慢下，你不要一次下，你就是会黏的到处都是。但如果你发现它今天很干，你就再加点水；如果它今天很湿，你就再加点。你谢谢，因为它就能很好用，不然难道它湿了也加水，干了也加水吗？白痴问题，面团已经是光滑的这种感觉，很容易就可以这样子搓揉。然后你可以先试看看，如果你把它弄成一个圆球，我们这一个糯米团啊，记得一定要赶快包保鲜膜哦，因为它会变干。好像这样的古早味烧麻糬呢，它可以暖烫我们的心呢，其实跟它的糖水有很大一个关系。准备了老姜切片，越老越好哦，如老越有味道。姜是怎么样？姜味老的啦，就是你要味道，你就选老姜哈，丢丢丢下去，加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把它煮滚，然后煮滚之后，我们就下2种糖，让它层次更有风味哦，喝起来会更滑顺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黑糖，这两个弄一弄就可以喝了。而且当兵，如果你在外面出操下雨啊，你回到部队上，他们都会厨房会煮好姜汤等你。我那时候喝到厨房姜汤，我好幸福哦！唯一在军中感觉到幸福的两件事，一个是喝到姜汤，一个是没有啦，没有，一个是跟很多男生在一起。好，然后黑糖下下去之后啊，别忘了二砂，再给它煮滚一点。那口味喝看看，我们今天这个比例是不是粉黄金？粉黄金。啊，这个枸杞啊，红枣，你再给它丢下去哦，满满的爱啊！只要这一锅姜汤陪伴我度过这一个可怕的冬天，真的，这个不需要男朋友，他比男朋友好好烫啊！它的体温啊，好，煮滚之后呢，这个糖水再让它滚一下，把那个姜的味道再煮出来，我们就把姜片捞掉。好，我们来分割我们的糯米团，就是先把它弄成一半这样子，比较好操作。开始喽，把它搓，当然是也可以。那一球就不要超过25公克，乍看有点像汤圆，对，像芋圆的。对，啊，你其实豆啊，你还是要把它塑形一点这样子，好，就像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了。反正煮了它就会变成正圆形。这个麻糬啊，我们在煮应该会有时候会分批煮，所以你就是用它一定要盖保鲜膜，不要让它干掉。水煮滚之后啊，我们就把麻糬这样子丢下去，丢下去。好可爱哦，因为它碰到热水之后，它的表面就是会变得有点光滑，就像那 QQ 胖胖的，圆圆胖胖这样子。那煮到什么程度浮起来？那在煮的过程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有时候在外面的就是夜市摊或者是那个阿伯推出来的餐车，他们有时候不会煮成像这样，也改泡壁，
好、哦，也它可以把它用成像这样的扁扁的，然后软软的。还是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大，它沾那个粉什么的比较。对，它可能适合做干的。啊，像这样子也可以拿去煮，我要逼逼啊你。那我告诉你，独门秘技，独门秘技，别忘了我们刚刚煮的这个姜糖水，我们就是换锅煮，先让它变软了之后，它的孔隙会比较大，它会膨胀。这个，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就是让它滚个十分钟，就完成今天这一道哈古早味烧麻鸡了。好，刚才那跟我说呢，你做出像一般传统的形状，就是把它压扁，变成圆饼状，然后上面再撒上花生粉或者是芝麻粉，看你自己的口味去调整。然后这个呢，其实很常出现在屏东潮州的那个西柳凉边，对，一干一湿哦。如果你想要怎么吃都可以哈。那我就先从这个比较传统的吃法。其实本身它是不甜的东西，它是经过我们用糖水去煮，它会有一点带一点黑糖啊、二砂啊，还有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老姜的味道。如果你想要吃甜一点，你就再配上糖粉跟这些花生啊、芝麻，更有层次。然后另外一个，我觉得冬天的时候端一碗这样的热汤出来，真的很棒。那而且你真的是要配这个糖水一起食用，哇！冬天来一碗，哦，对啊，冬天暖人心。对啊，就是嘴巴含着太冰的东西啊。对不对？不然就是一个人真的太孤单了啦，两个人也会吵架啊，心冷。相处是一个很重要的学问呐、啊，像我就是直接把这学问烧掉了。我人生没有这个什么相跟另外一半相处的学问，等他来了我再学啦。那希望大家呢在寒冷的冬天呢，学会很多这个发热的技巧哦，像甜点先生教你怎么样做出美味的古早味烧麻薯，好不好？夜市甜点店每个礼拜四、每个礼拜天更新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我刚才在查的马蹄烧，然后有人说马蹄烧是要丢火锅，哎，好奇怪，怎么可能马蹄烧丢火锅？哦，马蹄烧就是它是外面，对啦，明明是马蹄烧，伊是咸的，伊外口迄皮嘛，什么姜麻里面包那个马蹄，那是马蹄烧哦，那是朱辉哥哎，我们今天学的是什么烧马蹄，好，不要乱点啊，不要点错了啊，差很多，谢谢。